很好，很凉，可以专注在学习上面。We can say what is G? 好。那么炎热的天气其实很容易就是因为太热，所以他们的那种学习状态就是整个很低落。电费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有做实时管控，就是例如我们开的时间跟我们开的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才能开，那每次开的话至少都是2-3个小时之间。学校呢，不是拢总有电器，有诶有，有诶无，变成计无公道，所以阮即卖就是讲。把所有教室拢总保护电来，保护电来拢总嘞，阮是拢总开33台的电器，啊，总共开的钱一百一十三万八千。